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安格森，我的真名叫陈国森。我们的公司是顺盛中西饼家，我是创始人。好，目前顺盛已经是第二代的了。我们这个公司呢，基本上是家族生意，所以到现在呢，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了。我们顺盛这个公司在斯卡曼开始的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都是在做这些传统的东西，主要我们是做传统这些，一开始没有做批发，只是做零售的罢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做门市生意，到后来因为做久了，从一些外国的商家，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店号了，他们纷纷都来向我们订购。到最近这几年来，连海外的都有来向我们订购这些产品，最主要还是这个玛瑙，因为这个玛瑙差不多已经是传了的。